机关，你在关这个原民会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是不是？本土语言怎么样啊？是不是？您是说这个在警管里面教客语？警管是一个，对啊对啊，警管是一个公家节目嘛。嗯，公家的平台。对啊，那比如说他这个上一段的节目有一个叫什么台湾早报道的节目，都是在介绍各地的所谓的农民，都是介绍农民。你所谓的台湾走透透，你介绍一些景点怎么样？照理来讲，你是要介绍说哪个国家公园、哪一个公共景点可以玩的，怎么样去，是不是？他都是在介绍哪个农民啊，他都出乡的介绍那些，哦，哪家民宿啊，怎么样，都是介绍这样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有植入性行销的嫌疑吗？本来就是啊，所以上次他那个 NCC 还是什么就把他纠正嘛。哦哦，真的、啊？就把他纠正了。你说啊，你纠正警广啊？比如说你，对啊，比如说你就有广告嫌疑，不只是植入行销了。嗯。比如说你经营民宿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你的电话多少啊？哦，你说尽管有说出来这些啊？他以前的形态就是这样。哦。所以但现在就没有那个。不好意思，这里转进去。比较没有那个怎么？比较没有客观。没有去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。啊，你说谁没有报道？现在是吧？现在没有。一样在介绍说。说某某农民啊，他都但是没有怎么样，但是已经没有那个多好多好，是怎么样？啊、是，一定是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到了，我要下车了，谢谢你。